概在三四年前吧，就开始就是非常着迷于西部海岸的景色。其实我觉得跟我那时候都是一直住在淡水河边是很有关系。那因为淡水河边就是有很多湿地，所以我那时候就突然很想要去看看其他地方，就是全台湾西部的每一个湿地，我都想要去看看它长什么样子。当我去了很多地方之后，我会去想象说，如果我就是这一片土地本身，或者我就是长在这边的花草树木，我在历经这些事情之后，我会有什么样的感觉？因为我觉得去关心一件事情，其实最根本的出发点，应该是先去试着用同理心，然后或者去想象，如果我就是那个我所关心的事物本身，那它会是什么样的心情？我觉得这是一个起点。当你一直住在一个地方，其实无论如何，我相信大家一定会对这个地方是很有情感的，无论它有没有很直接的表现出来。那所以透过这些音乐，我会很想要让本来可能不会特别为这些事情发生的人，也能够开始想一想说，也许他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或不同的姿态去面对他所处的这个世界。在海与土地之间这首歌讲的是云林的孔湖乡那边的一个湿地，其实那个过程还蛮好玩的，因为我们就是一直在找那个命名为成龙湿地的湿地，但其实那附近是整片根本就是全部都是湿地，所以我们那天是迷路迷了很久，但是我却立刻注意力又被旁边的一片红色鱼纹吸引走了，它是用红砖砌成的，颜色非常漂亮。我们就坐在那边，然后发呆啊，跟附近的一些居民聊天。然后他就讲到说，其实这个地方他以前都是稻田。我那时候就突然觉得还蛮感慨，就是无论我们对这片土地采取的是什么样的方式，比如说是一直对它是予取予求的，或者是很爱护它，其实不管怎么样，但是到最后它都还是变成了非常美的景色，就像现在的湿地一样。变成什么样子？那天我们就出发，然后那天的天气非常好，那个阳光漂亮到就是让你觉得充满希望的那种程度。可是你看到的景象，它却又是反差非常大的，就是你会看到，天空其实是乌黑的，然后远方是有工厂，但是金黄色的阳光就会从那样子的云层里面透出来，然后在你脚边有非常多的仙人掌，然后还开着黄色的花，那个画面对我来讲是冲击非常大的。来说他们的那样的姿态其实是很激励人心的，即便是在这样子的环境里面，他们还是开出非常美丽的花，会让我觉得土地的包容力非常的伟大。
我们这张专辑也一样是维持同步录音的方式，然后到立丰录音室里面录音。那其实以前第一张的时候，我们选择同步录音的方式是有一点迫于现实的条件，但是自从就是做过了这么一次之后，我们发现其实同步录音一直都是最适合表现我们音乐的方式。其实以这样的录音方式是对我们是非常挑战的，无论我们已经做过多少次都是一样，因为只要有一个人出错，我们就可能要就是从头再来一次。但是每个人在演奏时的情绪的细节又可以被捕捉得很完整，所以我们就是会一直以这样的方式继续做下去。
一直都觉得西海岸是非常美的。那个美不仅是景物本身的美，就是还有这个地方总是会让我觉得它有很多故事，可能也跟我以前小时候是住在高雄有关系吧。因为住在高雄，所以常常会往台南、往台中、台北走。那其实在高速公路塞车的时候，我们就是常常会改成走西滨。那时候我就很喜欢几个小时的一直看着窗外，然后很多余温啊，然后湿地啊，然后一整片很辽阔的天，那个东西其实很像是已经烙印在脑海里面的东西。所以当我长大了再重新回去走这一遭，其实不仅是会感受到那个地方很美，也会勾起很多从小长大的那些回忆。